尊敬的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、诸位先生、诸位女士，大家好。最近台湾有人提出三项公投案，非常好，这是很有智慧、很有理想、很有建设性的提案，我们完全赞成这三项提案。第一项，热爱台湾，不忘祖宗，将台湾建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前瞻中心。这件事情太重要了，社会要想安定和谐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文化。台湾拥有最完整的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，这是无比珍贵的资产。台湾保留汉字文言文的原貌，这是深入5000年智慧经验宝藏的钥匙，非常重要。中华传统文化的道，博大精深，是宇宙人生的自然法则。例如《易经》所说的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再再教导人们效法自然法则，获得真善美慧的人生。中华传统文化的德高尚美好，是顺应自然法则而行，顺天则长。例如无伦、无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能带给人们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。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，遵循道德而行教化，目标是把人教育成圣贤君子。圣贤君子多了，社会自然安定祥和。西方世界已经开始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，兴起了汉学热，很多人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。台湾具备最好的条件，将老祖宗与古圣先贤的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集成下来，发扬光大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前瞻中心。这不但能使台湾人们过着真善美慧的幸福美满生活，而且能带动全球人类构建安定和平的社会，共创大同世界。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事业，是立业全人类一桩大事。第二项提案，
素简过方之处，用来养老育幼、全民教育免费、医疗免费，庞大的国防开销是人民极大的负担，而这些开销大部分是没有必要的。这项提案当中分析到现在台湾人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方面的问题很严重，非常令人担忧。如果能将没必要的国防开支节省下来，将这笔庞大的经费用于民生最迫切需要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事业，这真正是造福人民，为广大人民群众减轻负担，带给人民更多的保障，真正是功德无量。第三个提案，家和万事兴，要改善选举风气，要求公职人员候选人不得互相攻击缺点，应互相赞叹优点，否则当选无效。民主政治不是流氓政治，必须真正做到选贤与能，才能为人民谋福利。如果用一些损人利己的手段激励赞叹自己、攻击与筹划对手，这样取得的人当选了，你能希望他大公无私地造福人民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改善选举风气非常重要，必须带起一个良性的风潮，以有道德、有修养、有规范的方式进行选举，不能再让以往的歪风污染了选举这一项神圣的事情。李运大通篇说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古人不独亲戚亲，不独子己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祸勿惜其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利勿惜不出于身也，不必畏惜。是故谋避而不信，盗窃乱罪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避，是为大同。台湾完全具备条件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，只要大家照着这三项公投案来做，就能逐步达到，那是多么幸福、美满、快乐的社会。
道士，外国友人来参观，一定非常羡慕。台湾是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人间天堂。台湾率先做出榜样，其他地区国家就会跟进。所以这三项共通啊，能救台湾，能救其他地区与国家，能救全世界。在此真诚祝福这三项共通啊顺利通过，为台湾人民谋求最大的福祉。祝福大家身心安康，六世吉祥，法喜充满，广寿无量，谢谢大家。